惠特市位于黄河北部，太行东路，渭水之滨，是牧野大战发生地，姜太公故里，中国财神文化之乡，全国科普示范市，中国最佳文化生态旅游城市，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市，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先进市，中国优秀民族建筑文化传承保护示范城市，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，河南省文明城市，省级园林城市，省平安建设先进市。殷商时期为畿内牧业地，西汉高祖二年设置吉县，先后魏郡治、周治、陆治、蒲治、河道治，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，素有南突十省、北拱神经之称。辖七镇六乡，共13个乡镇，342个行政村，10个街道办事处，15个居委会，总人口50万。